大家好，我是白丁。呃，这支是我们的,的那一个今天讲的钢笔。呃，这个派顿钢笔啊，就 SKB，SKB 应该是国产的吧，还是台湾的？真的不知道诶。呃，F n 啊，看到好像没有 EF 的，因为正常，反正我买一样，还是那句买最那个。然后这个嗯，就是跟那个拉米龙骨盒很像嘛，但是。 它这个不不是很精致，我觉得不精致来讲不是很够。呃，然后就这样子一拿就可以了，就这样。对，哦哦，我拿反了。哦，不对，对，它这个是哦没有笔夹的，没有笔夹的笔。呃，好，那个这还有什么东西？哦，还有送这个玩意，小滴管呢、啊。啊，行行行啊，这个这个东西挺给力的，而且摸起来冰冰的，很舒服啊，不错，这个东西我喜欢，先放一边去。啊、呃，这个对。 雪地管，嗯 <laughs>，哎，不好意思、啊，呃，这拍影片嘛，有时候就一个人。好，那个整根笔，我们先看一下一个尺寸。那、啊、这个蓝色看起来非常的漂亮，呃，跟平常看那种就是说很这个蓝很干净，很通透。你们现在应该能看得到的。呃，对，呃，这个十四点五厘米左右的一个长度。呃，打开以后是扭的吗？还是？哦，应该哦，嗯，管是旋旋转开的。 嗯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哎，就是三透明的笔舌啊，你们能看得到？整根笔对，呃，拿起来的时候，呃，怎么讲呢？呃，玩性玩玩味很足，很足，是是这么讲吗？啊、呃，整根笔反正就，如果我现在我这这么拿，它也是一样，跟那呃，看一下，呃，笔握、呃、上面的这个部分，它是跟纳米一样，它是啊，不过它只有两边。 呃，怎么讲呢？啊，这边弯下去，不知道你们看见啊？这边也是弯下去，两边啊。首先这里这个地方这个细节，因为这个细节算是呃摸这么多钢笔里面，这个细节是第一个感觉到了的一个不一样。然后这两个我看到弯，然后我这时候反过来，你们看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比较，你看到就是说我那、啊、首先我这里呃，你看到我摸了是一半，对吧？它另外的一半这样子是这样子弯过去，那你就能看到就是说我这个意思怎么？ 呃，拉米三个我记得是平均的，那这个就不是，那意味是什么？我只要拿我我我一拿的时候，哎，我拿这边啊，这边它是整个应该是一个大弧面，我拿就觉得怪怪的。那这时候我的握笔姿势，你看，那我这个拿，我先把笔搁在这，你看。 我就直接对准笔尖了，哎，这个这个细节照做的很到位，就是说这那也说明这是一根给初学者用的笔啊，呃，这一根笔做的是挺不错，但没有笔夹有点怪怪的，也行也行，然后这一两个键就专门为你方便打开而设计的吧，这个这个很肯定嘛，那拿出来整根感觉很像一个剑，我不知道他当时怎么想的这根笔，但这个笔做起来还是有细节的，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说我现在这么一拿，对吧？ 那这两根键，它不不是这样子，不是这样子对齐的，对吧？如果这么拿，我再这么对齐，一，但是它现在选好是这样的，对，哦、啊，所以记得笔握的这里只有一半啊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我说的一个意思。那这边的话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抛面啊，你看，抛我这边转小转一转，这边再来一次，哎，对你看到，哎对对对，所以就这个唯一不一样，所以你一拿你就知道这根笔，嗯，正面在哪里，反面在哪里，就这样子，呃，笔。 笔哎，好吧好吧哦，这个反正就吸墨器也是正常的一个 c o m v e n t e r 就但这个笔握啊、呃，这个总称我就喜欢了。你们看，哎，就就该这么大嘛，这么这么拿起来舒服多了，对不对？就之前那小小的，对，这种就是我喜欢的那种结构笔握，但这个笔盖不是啊。那这么一拿整根笔拿起来，哦，反正真的呃怎么讲，那个攻击性很强，我觉得给学生用很不错。呃，然后现在装完那个笔，你们看一下那个吸墨器那部分。 好像不知道是不是我装的不对哦，是可以动的哦，呃还是会可以动啊，有点小松动，但不影响你使用。呃，整个笔锋，呃，对，大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呃，笔尖的话就是刚刚说的 F 尖，那其他的应该是可以拔的，没什么大问题。用料还是挺足的，捏捏起来很硬。 就整根笔感觉很硬，呃，但是很轻，还是可以的。呃，另外的话，我买一根蓝色，它有一个透明和红色，我们计算应该是有这几个颜色来选。那就大概就这样子，唯一最特别就真的是这个笔握，刚一拿，哇塞，就看到这个笔握，那也适合初学者入门。但是这种，反正就是用习惯了都会喜欢用这种，就是没有没有这个就是呃 signal 就没有这种 signal 信息的这种笔。 会更受一个，就是时间用久了就更喜欢那一种。那像这种初学者，我觉得很适合。所以通常，呃，怎么讲呢？你看日本的定做钢笔，它都是像就是圆形这样过的，不会像这样挖一块那边挖一块这样子。呃，通常入门入门款都会这样子。那其实算是一个区分吧，我觉得，因为你不会看到一支很高级的钢笔，然后就是这里挖一块那边挖一块这样子。好，那一个就先不说那么多，我们先赶紧先那个上下墨。对，哎呀哎呀哎呀！ 嗯，动到镜头了。诶，诶，诶，怎么会？您看，看到我下面这个？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，哦，这里这个松掉了，懂吗？我刚刚扭的时候就这个出来了。 哦，好的，这个地方你们买的时候要注意一下。哎呦，而且我通常我不会拿那么下，因为这个瓶子刚好比较深，那就我怕弄到手。OK，好，可以，有上一点，有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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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有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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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就有这个问题在啊，因为我这种怕脏的人就不太喜欢这个啊。本身的这根笔有一个防漏墨的一个塑塑胶圈，呃，好，我先擦一下，一样的，我先擦一下那个。 就像这种透明出来的一个黑色笔舌就很带感。就是本身一个透明的，就像一个本身是一个蓝色的东西，就像那个啊，可能这也是我很喜欢一种变化。就本身是透明的，加了黑色，然后我这样看还是黑色，我这么变过去，哎，就看那个透明，像宝石那种光芒，这个我喜很喜欢的。那这个往后，嗯，好像是可以又好像不可以，不知道他有没有想到当时设计的时候就，你看这有四根筋嘛？我这么一怼啊！ 好像可以，反正不影响你书写。它是少算是一根，嗯，好像啊、呃，它是一根，就是说那个，反正你它的关系不是很强，因为本身很轻。那像重的笔，那关系就很强了。像那些比较细长的那种，那你后面怼怼这个东西，就觉得哦，怎么有个东西在后面甩，就惯性的意思嘛。呃，然后看到刚刚说的这个防漏墨的一个橡胶圈啊，反正这块还是做的可以的。呃，我我打开一下给你们看看吧，反正这个做的挺好的，哎。 对，就大概这样子。好，那一个就先不说那么多，赶紧先试一下。我估计你们等的也不行了啊。一样，这一个地方是一个快进的一个对。好的，呃，测试完以后，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想要跟你们说一下的，先让你们听一下两两支笔的一个声音。首先是这个 SKB 的。 那再来这支无印的，那这个的话，相对来讲就是无印的这根阻力感会比较细，但是很容易有那种什么粉笔写黑板的那种感觉，那个感觉你会觉得很难受。那这个阻力感我觉得有点太大了，太大的阻力感。出墨你看就偏细，本身也是偏细，虽然 F F 剑，但是它算是比较细的 F 剑。然后你看，轻轻的，重重的，对反馈还是可以的。 呃，正常的钢尖不是那种异形尖，所以说它的笔尖的一个正常的呃，怎么说，手感的反馈还是比较好的。那但是你要压得很粗也很难，不太可能。出墨来讲很顺，也没有大问题，但是还没到那种就是真的，呃，完全水枪那种感觉，也没到水枪，就是。 水枪真的会直接那个墨嘛？上来就好像看到你那个水的张力也没有，但是还顺也算很顺的，但是没有到我喜欢的那种顺。像上次那一根什么就是，哦、呃，什么啊？领墨的那一根的话就真的很顺了，那个感觉，对的，呃，也是一样，能用的钢笔适合入门啊，反正就初用，呃，好好的书写。 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呃，也算是一根就是说做的不错的笔，呃，挑剔也不会有什么好挑剔，价格也不会很贵，这样。好的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有什么问题可以下面留言给我。好的，那一个，谢谢大家。